在大多伦多3000多个华人团体中，泉州同乡会以爱拼敢赢远近驰名。泉州同乡会的龙舟队四次荣获多伦多国际龙舟赛冠军，同乡会每年都对品学兼优的学子颁发奖学金。然而提起泉州同乡会的柯文斌理事长，恐怕知道的人还不是太多，因为他是一个极其低调的实干家。事实上，他早已成为泉州同乡会的灵魂人物。身为高级工程师的柯文斌，为什么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热衷于泉州同乡会的工作呢？又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有着用不完的奉献精神呢？这里，让我们一起从他的个人经历中寻找答案吧。柯文斌于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市，他的中小学都在晋江度过。由于动手能力较强，他在晋江一中毕业后如愿考上了福州大学无线电通信专业。4年大学生涯，柯文斌与许多莘莘学子一样，埋头苦读，奔走在课堂和实验室之间。有所不同的是，他还担任学生干部，在组织和参与一系列活动中逐步培养了交流和领导才能。当初我自己真的也没有想到啊，大学时代锻炼出来的这种能力，后来呢使我受用匪浅。真的非常感谢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是他们给我这个磨练的机会，以及施展才能的这个舞台。大学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柯文斌被分配到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工作。从福建到首都，舞台更大了，柯文斌遇到的能人也更多了。由于他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以及与人交往的技巧，他在北京工作很出众，很快就晋升为工程师，并参加国家第7个5年计划工程项目的设计，还被评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优秀青年。柯文斌在事业顺利之际，同时也收获爱情的丰收。他来到北京2年后，与大学同班同学喜结连理，可谓既成家又立业，展开了人生新的一页。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兴起了出国潮，柯文斌抱着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的念头，也做了一回弄潮儿。由于他是学工科的，自然想起了工科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德国，加上德国当时对留学生没有语言的具体要求，柯文斌再三思考之下，决定放弃眼前来之不易的一切，赤手空拳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柯文斌于1990年3月抵达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留学。由于他以前学的是英语，对德语一窍不通，所以只好先攻读德语。柯文斌是个幸运人，他赴德国1年，太太就去陪读。2年后，他们的儿子在德国出生，享受德国良好的幼儿教育的机会和福利。柯文斌用2年的时间通过大学德语考试，接着开始攻读电子通信工程专业。199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顺利找到了工作，儿子也3岁了，一家三口过着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留德期间，柯文斌也积极地参与和组织德国鲁尔区中国留学生协会的工作，但谁都没有想到，他们全家会在2年后移民加拿大。柯文斌的人生轨迹又从欧洲划到了北美洲，但似乎这一切都是由命运所决定的。我移民来加拿大，其实说起来呢，有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当时是从北京坐火车到柏林，一路上呢经历了1个多星期，在火车上，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后来他辗转来到加拿大，来加拿大以后，他找了一份移民的工作，公司呢就派他回德国招揽生意。回德国以后呢，他就一直游说这些朋友申请加拿大的移民，
啊，说加拿大华人的地位很高，福利很好，环境也很好，啊，当时我们没有考虑太多，也许是就是看到这个朋友的份上就申请了，啊，真的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三个啊月那个移民就批下来了。柯文斌拿到加拿大移民纸后，惊喜之后有些犹豫，到底是留在德国还是远赴加拿大呢？毕竟在德国已经学习和工作了8年。他与太太商量后，决定先实地考察，亲身体验一下，看看加拿大到底好不好，适不适合他们。1998年春节期间，他们一家人飞到多伦多，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办理入关手续的时候，海关人员甜蜜的微笑和非常友好的工作态度，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唐人街浓厚的中国春节氛围深深吸引了他们，也勾起了他们思念故乡泉州的情怀。回到德国后，他们做了深入的比较，感觉到加拿大是一个多民族和移民国家，更适合中国移民居住，又是一个讲英语的国家，英语比德语要实用得多。考虑再三，最后他们决定举家移民加拿大。几个月后，柯文斌全家抵达加拿大，一切安顿下来之后，他们似乎又有些反悔了。一是语言问题，二是工作机会不多，三是加拿大的城市建设比不上德国，尤其是加拿大的冬天，一场大雪过后，马路上显得特别脏，路上的车辆也变得黯然失色，让人看了很不舒服。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作为一个男子汉，柯文斌必须面对困难。为了重拾已经多年未碰的英语，柯文斌就去 Link 英文班学习，在巩固英语的同时，也努力寻找就业的机会。面对加拿大漫长的冬天，柯文斌主动学起了加拿大人喜欢的滑冰和滑雪运动，在寒冬里寻找乐趣。没想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断的练习，长在南方的他很快就学会了这两种冰雪运动，而且水平日渐提高，滑得不比当地人差多少。经过努力，在抵加半年后，柯文斌在大多伦多地区西北面宾顿市的通讯设备公司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正应验了那句老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很巧的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呢，是个德国货医。我们面试的时候，他听到我的英文带有很浓厚的德国腔，干脆就用德语跟我交谈。我想呢，很少有人像我这么幸运，碰到一个会讲德语的老板。进了公司以后，我就一边巩固英语，一边用德语跟德国同事交流，感到很亲切。柯文斌有了稳定的工作，从工程师做到高级工程师，他对工作一丝不苟，深获上司的赏识和同事的青睐，多次参与大型项目的开发，代表公司与当年加拿大最大的通信公司北方电讯一起合作开发项目。弹指一挥间，10年过去了。对于柯文斌来说，妻子、儿子、房子、车子等4子早已齐全，儿子也大了，进了重点高中，一家三口过着衣食无忧的安逸生活。但是他内心深处总有一丝丝挥之不去的乡情。2009年春节，他的好朋友也是泉州老乡白建岳邀请他参加泉州同乡会的春节联欢晚会。泉州同乡会是2008年6月成立的。那天晚上，柯文斌如约来到会场，会场是一位理事向他们的教会借来的，地方不大，所以决定了晚会的规模也不大，节目也比较简单。但他见到了不少乡亲，大家都用闽南话聊家常，谈笑甚欢，其乐融融，还吃了不少家乡的小吃和特产。柯文斌甜在嘴里，乐在心头，突然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惊喜。曲终人散，柯文斌的大脑神经系统依然处于极度亢奋之中，回家以后还久久不能入眠，脑子里一直闪现着乡亲们一张张可爱而亲切的笑容，耳边也一直回想起熟悉的家乡方言。出国18年来，第一次感受到淳朴和亲切的乡情，这种血浓于水的乡情让他久久难以忘怀。
那天晚上从心灵深处迸发而出，难怪同为泉州籍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写出了千古绝唱的乡愁。由于泉州同乡会是一个新社团，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积累的还不多，柯文斌出于对同乡会的热爱，根据以往在大学时代练就的组织能力和在德国期间参与留学生协会工作的经验，向理事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没想到这些很有建设性的建议马上获得理事会的认可，并诚邀他加入理事会。进入理事会后，他就把业余时间投入到同乡会工作之中，亲自动手创建同乡会网站，组织老乡去滑雪，参与组织夏天大型的烧烤活动，参与筹办春节晚会等等。2010年6月，泉州同乡会第二届理事会换届时，由于柯文斌在同乡会的贡献有目共睹，他被推选为理事长，从那时起就名副其实地成为同乡会的骨干。2012年6月，第三届理事会改选时，他又连任理事长。至今，柯文斌担任理事长已经有5年多，他在会长的领导下，带领理事会为乡亲们举办了各种各样有意义的活动。目前，泉州同乡会在册登记的会员拥有近500户，人数过千，俨然成为多伦多地区规模较大的社团。平均下来，他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举办一次活动，诸如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比赛，还有拔河、卡拉 OK 比赛，夏天办烧烤活动，组织老乡采草莓、采樱桃，冬天组织老乡去滑雪。他们也举办各种实用性的讲座，包括税务讲座，请名校的大学生回来和中学生分享申请大学的心得，请成功企业家介绍创业经验，请专业人士讲解怎样进海关以及劳工法等等。这位理事长，我的主要任务呢，就是用心为老乡搭建好这个平台，让老乡在这个平台上互相交流、互相帮助和互相合作，同时呢，也丰富大家的文化艺的生活，使老乡刚参加完这次活动，又能迫不及待的地盼望着下次的活动，这样呢，从而有效的促进了老乡的联谊和交流。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创造条件让泉州弟子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柯文斌于2011年组建了泉州龙舟队，并亲自担任队长。爱拼才会赢，是闽南文化的特殊精神气质，渗透在每个泉州人的血液中。泉州人吃苦耐劳、从不言败的胆识和气魄，铸就了泉州同乡会龙舟队从2011年至2015年4次夺得多伦多国际龙舟赛不同组别的冠军。从此，泉州同乡会更打响了知名度，成为多伦多华人社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4次夺冠的传奇来之不易，每年4月份的乍暖还寒之际，柯文斌就带领队员坚持刻苦训练，前后8周顶着酷日寒风，风雨无阻。为了薪火相传，柯文斌担任2年队长之后，让贤给了年轻一代。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为了激励同乡会优秀学生的求学意志，促进他们对家乡的热爱，泉州同乡会于2011年设立了子女教育基金会，每年对品学兼优的大专院校学生颁发奖学金，包括大专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鼓励他们在加拿大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安居乐业，实现父母亲对下一代移民加拿大的期待和愿望，也希望他们将来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家长、回报社会和回报同乡会。自2011年至2016年，泉州同乡会已经给近60名学子颁发了奖学金，总数目达到3.6万多加元，在华人社团中起到了表率作用。2011年夏季，多伦多一位福州大学校友的家属不幸被车撞伤，在医院昏迷了1个多月。柯文斌和其他校友一起发起了自愿捐款活动，目标是帮这位校友家属请3个月的保姆。柯文斌四处奔波，积极号召校友参与献爱心。成立于2008年的加拿大福州大学校友会，因这次捐款活动被更多华人所认识，校友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也就是因为这次出色的表现，柯文斌被吸收进理事会，并担任校友会秘书长。出于对母校的热爱和报答，柯文斌积极组织和参与到校友会的各项活动之中。2014年换届选举时，柯文斌被大家推选为福州大学校友会的执行会长。在他亲力亲为下，福大龙舟队于2015年7月成立，他亲自担任队长。这支年轻的队伍正在全力备战2016年第2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赛，争取为多伦多华人赢得荣耀，同时打响福州大学的国际影响力。鉴于柯文斌对泉州同乡会和福大校友会的特别奉献，2013年7月，经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推荐，柯文斌应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邀请，赴武汉参加第14期华侨华人社团中青年侨领研习班。这次研习班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和谐侨社。柯文斌与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等20多个国家的70名代表交流，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坚定了为泉州同乡会和福大校友会付出的决心。有付出就有回报。2015年6月，柯文斌获得安省颁发给他的优秀义工奖，他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多伦多华人社区的好评，很多人都夸他是名副其实的华人社团楷模。如今，柯文斌在通信设备公司已经工作了18年，太太在一家工业计算机公司维修部门担任主管，儿子就读多伦多大学电子计算机工程专业，年年都获得奖学金。2016年4月份毕业，还没毕业就已经找到了工作，全家尽情享受天伦之乐之外，柯文斌依然为同乡会、校友会的事儿忙碌。在大多伦多地区奔波，虽然辛苦，但他十分享受淳朴的乡情和校友情谊。这5年多来，除了本职工作以外，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的时间都用到同乡会和校友会上去。说不累呢，那是假了，有时候确实感到身心疲惫，也会有一些埋怨的时候。好在真的有我太太和儿子在后面的全力支持。总之呢，感觉能为老乡和校友做一些实事呢，心里觉得很欣慰。继2011年组建泉州龙舟队后，2015年底，柯文斌又创建了多伦多华社的第一支舞龙队。2016年2月21日晚上，泉州同乡会举行的金猴闹新春的联欢晚会上，一条活灵活现的巨龙把气氛推向了高潮，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支舞龙队不是花钱请来的专业队伍，而是成立才几个月的泉州舞龙队的首次亮相。为了当晚让老乡们一饱眼福，这些爱拼敢赢的泉州小伙子们刻苦训练了2个多月。值得一提的是，这支舞龙队的队员全部来自泉州同乡会龙舟队，多伦多华人社团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巨龙也在此诞生了。同年3月13日，多伦多举办第29届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这是多伦多主流社会的活动之一，泉州舞龙队也荣幸应邀出席。柯文斌带领十几位年轻队员在游行中轮番飞舞一条绿色巨龙，时而腾云驾雾，时而翻江倒海，气势磅礴，所到之处都受到沿途市民的欢呼，形成了一条独特的风景线。在柯文斌的努力下，泉州龙舟队已经走向国际，泉州舞龙队也从唐人街迈向了主流社会。在理事会的领导下，泉州同乡会在众多华人社团中脱颖而出，逐步融入主流，期盼还会飞得更高，走得更远。